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做一个温暖的厨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健。今天用土豆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家常菜，做出来比大鱼大肉还香。准备黄心的土豆，给它削去外皮，洗干净之后给它放置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厚片，然后再给它切成粗条，最后给它切成小丁丁。切好之后给它泡在水里面，然后用手给它清洗一下，洗去里面的淀粉，这样可以防止它氧化变黑。接下来准备一块洗干净的五花肉，将它的皮给它切掉不要，然后给它切成厚片，再改刀切条，最后改刀切成小丁。切好后装入小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青线椒，给它切成圈，切好装入小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切点配料，准备一块生姜，给它切成薄片，蒜子也给它切成片，再来切点大葱头，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小条黄瓜，给它去头去尾，然后对半分开，再改刀切条，最后切成小丁丁。切好给它放小碗中备用，锅中水提前烧开，把洗干净的土豆丁给它放入锅中。焯水两分钟，两分钟后焯至像这样呈透明状，然后我们将它捞出来控干水分。将锅烧热，下入五花肉，给它煸炒出肥油，煸炒出肥油后，然后把葱姜蒜给倒入锅中，继续给它煸炒出香味。煸香以后，再把焯好水的土豆丁给它倒入锅中，给它翻炒几下，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调味，往里面下入一小勺盐，少许的鸡精，再来点蚝油、生抽，来点老抽给它上色，然后给它翻炒均匀。开大火给它翻炒一分钟，炒至入味。一分钟后我们再把切好的黄瓜丁给倒进来，青椒也给它倒进来，然后继续给它翻炒均匀，炒至食材断生。最后下黄瓜丁，吃起来会更加的爽脆。炒至青椒和黄瓜丁断生，一道美味的炒山丁就做好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将火关掉，
出锅装盘即可开吃，真的是太香了，非常的有食欲。吃起来爽脆又可口，开胃又下饭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。一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就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按照我的方法试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啦，咱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视频的最后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八颗牙齿晒太阳，咱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